跟一些调大音量。裤袜开始啊，你的裙子有打底裤，然后开始裤子，男孩子。哎，这个七哥我可以玩半天。上面你也不一定玩得到。我们今天去老马坪。什么？就我们这边的彝族，每到火把节的时候，就会在那儿举行那种跑马，就比赛斗牛、跑马，然后各种那种彝族的那种仪式就在那上面，很好玩的。因为今年疫情没举办，不然的话，那上面很好玩的。所以它上面是一个大草坪哦，是个大草原。我哥就从小在那个山上放牛、放羊那些。但从这边过去大概有多久？一个小时。うまくいかない言葉ばかりでうなだれる夏の空の下どうにかなれとささやいた輝いたんだ最高潮さ届け最大のように言葉が湧き上がるあなたに伝えたい走错路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以为我们这边是这个是矿区。我现在怎么有种在坐云霄飞车的感觉？哦，你们这叫过山车。ままでもいいぜこの気持ち。まっすぐにほら飛んで行け。在路途中还没到，我先下来走一下。这路这样蛮漂亮，很好拍。跟炖汤特别香。嗯，对。哇，这么大只啊！这个是老的，这种炖的是好吃。嗯，对。哦，有闻吗？哎呀，怎么样才会找到？这个就是了吗？哦，就是这个啊。就长这样。对。哇，你吃的香，我就拔了小菜。不行。要开始拔了。这好哇，对啦啦的。我给你。嗯。这个才好。这个是台湾的，他没见到过这些东西，他妈认不得这些。这个才好，那些炖肉香得很呐、啊，非常的香。
看到小的跑马亭，给大家看一下。下来吧，下来跑一跑。他们说呢，跑马亭就是以前彝族他们在火把节的时候会在这个地方，就是赛马，然后斗牛、斗羊吗？然后就是会在这种广场上面办一些就是活动。那今年呢，就是火把节取消嘛，所以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也不会有任何的活动。像今天我们来就没有人，松树林。我说这种地方就会找得到松露，黑松露。你刚刚那一朵呢？还有一朵可以吃的很久。我来找一朵。他们现在在找菇，找菌子。这里有两朵，长在牛粪上的，它能吃吗？可以啊。老外就有两。牛粪上的，牛粪上的叫牛粪菌。在剪这支影片时，刚好遇上今年中秋节，正好去年的此时是我第一次参与乐团的工作，转眼间我已经来到这里一年了。虽然之前经历过美国的校园生活，也去过韩国短暂的工作，但那都是属于有限期，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状态。而这次来到大陆，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没有期限的旅程。一年后的现在，经历了各种人事物的好与坏，成长了很多，但也稍微看清楚了，读懂了属于这里的生活方式。对于工作的热忱和生活的新鲜感一旦褪去之后，我还能保有初心在这里继续生活吗？这是我从川滇之旅开始至今脑中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交由时间来回答了吧。幸好最近这段时间认识了一群有趣的朋友，分散了注意力，让我不至于一直陷入在人生问题的抉择当中。透过他们看到之前没有看到的，体验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事物，其中也包括这趟川滇之旅。去云南的话要查个核酸哦。哦，
明天一早要去做一个核酸，不然的话，明天再做吗？就要今天去做嘛。最好是今天下午回去的时候去做一个。嗯。你跨省的话，要24小时内的那个核酸检测。嗯。